我们活在的时代就是一个充满攀比，充满比较，用别人来定义成功的这种时代。 Social media 越来越发达，每个人为什么要修图？不美不敢发，怕人家笑。为什么今天在家泡咖啡不敢拍，去到美的 cafe 要拍，至少给人家有一个交代，我的生活还有体面的那一方。为什么我不想看 Instagram？ 压力。假如拍有一个 bungalow， 哇，月入百万，压力。我可以怎样？来，我问你们，你意识到今天的确社会就是这么不公平哦？我跟你年龄相近，我跟你社会地位相近，可是你就是过得比我好，我可以怎样？我可以怎样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他没有错，是因为他是我唯一说服我自己继续 move on 的方法。我不要跟你比，因为你家境好，我们不是在同一个跑道，我跟别人比。我今天跟你讲他没有错，是因为我相信我们人生某一个阶段有一些人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我留一条路给你，你们也要留一条路给我，所以记得转票，谢谢各位。